今天的成立大会，民进党五合一候选人全部到场，展现团结气势，同时吸引大批支持者到场力挺，现场旗海飘扬，动酸声不断，气势如虹。会中宜兰市里长联谊会会长林宗盛特别代表宜兰市民，将五星市长前进县府的牌匾送给县长候选人江聪渊，预祝他年底能够赢得胜选。今仔日天气好，真侪劳动客人的朋友要来咱这个会场，敲电话，你讲找无路，找无位，这个所在不是你大路边，是你巷仔底。伊哩讲，是安那，人白白竞选总部成立，一个大路就甲封起来，咱就是爱哩巷仔底，因为咱了解人民的感受，咱无需要去造成人民的困扰。大路封起来，为咱塞车塞到即马，大家怨声载道，安尼敢有哩替人民思考？敢有哩替人民想？敢那哩想家己的一部分？安尼敢袂大？咱看到这四年来依然伫停滞，无进步就是退步。所以面对依然的未来，咱来好好立即嘛来做一个规划，做一个执行，做一个推动。所以山海新经济，就是要给依然找出路，给青年有头路。只要青年有头路，有法度照顾四大人，伊嘛有法度照顾伊的四子。咱有真大的抱负，咱有真好的愿景，爱需要大家甲创业共同来完成，拜托大家安尼好啊好。副总统赖清德表示，江聪渊出身清寒，非常了解基层的心声，他所提出的宪政三件一定能带领宜兰向前迈进，找回宜兰的荣耀和骄傲。咱宜兰县一直拢是以环境立冠、文化立冠、观光立冠。未来江聪渊进入县政府了后，除了秉持这三项原则之外，伊咪继续建设咱宜兰县，建设咱宜兰县，予少年人会当得到照顾，老的人咪当得到照顾，啊，予咱宜兰县解决饮水的问题，成做是一个有韧性的城市，成做是一个新的宜居的城市。所以我伫个遮真诚恳，甲大家拜托，十一月二日，咱用上新型的选票支持江聪渊，予伊顺利高票当选，安尼好啊，好啊，安尼好无？予咱新的宜兰前进吧，予新的宜兰前进吧，予江聪渊当选，好啊，好啊。总统蔡英文在现场，民众的热情欢呼声中来进场，并且为江聪渊、赖瑞鼎披挂象征着光荣和胜利的彩带，为他们来加油打气。有信心，江聪渊用心替宜兰规划政策，还有行动力，会做代志，伊讲会到，做会到，来支持一个好的环境，来讲下去。所以，我要甲咱各位乡亲讲，我支持江聪渊，我有三个理由，我希望咱的乡亲来倒宣传。第一个理由，江聪渊有责任感。亲像伊做水灾的第一个时间，伊就马上去了解灾情，协助咱的民众。只要是宜兰的代志，无管是大细好，伊绝对会替咱的乡亲来拼第一，做较好，安尼好无？第二个理由，江聪渊有丰富的创造力，伊的团队会想出来产业新经济。吉米公车行销宜兰的政策，宜兰
今日宜兰一定是一个有创意、有活力的城市，来讲话好。会使例如江聪渊有真好的行政能力，2018年把咱的宜兰市的市政做得真好，咱拢看到咱宜兰市的进步。咱嘛绝对，伊嘛绝对有能力带领大家过好咱的宜兰县，大家讲是毋是啊？上重要的，大家爱记的，宜兰袂使阁倒退路，袂使阁无进步。咱的县长爱专心专意做代志，毋是干那四处走动做人情。江中渊这款的人才，咱一定爱做嘞。由江中渊做馆长，大家讲完好。我馆长，讲起来，咱来画出咱的形象跟气量。江同民，动算；江同民，动算；江同民，动算；马水鸟，动算；马水鸟，动算；马水鸟，动算。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。